生命的过程一定有痛苦，有哀伤的嘛。啊，你要安怎？转回是修行，转回是修行，一种法力嘛，对无？转回修行一种法力啦，我修行就是要，我是创办的嘛，哦，修行就是要安的嘛，哦，我是创办的嘛，哦，把七情六欲于心转回是内心的这个清净嘛，对无？咱人有七情六欲无？有嘛？对无？有喜怒哀乐也有欲嘛？有无有这物件嘛？转为是啥？内心的清凉嘛？有无内心一种清凉嘛？哦，所以修行，啊，对爱懂得，爱怎样观照，啊，怎样控制咱家己的情绪啦？有无？唔通为有情绪来影响着咱这个心啦？阿妈我嘛是修行的，嘛有情绪呢。这个情绪啊，控制无好势的时阵啊，阿妈咪有一句话尔嘛是离婚嘞。你要相信无？好无？我有听迄个少年人讲的，讲安尼我知，你反映一解情况。结婚证书写写，离婚证书是哪写写的？可怜无？我讲恁太有写离婚证书，安尼以后怕免麻烦。你好，讲安尼以后怕免麻烦。结婚是到下，离婚证书是到下，别下了啦，是到前前面等等的，安尼都 OK， 就要等等的，安尼叫离婚啊。所以你阿妈，那全世界、全台湾的离婚率哦，我听听就记起，我听身边啦，可能讲一半以上啦，拢离婚的啦。啊，咱这老一辈，敢会离婚？你较早我阿拍阿迷花毛的，对无？毛迄个。那个阿婆破拍哎，那有呢？你要相信我，我是病毒人，吃烧酒的，你讲吃烧酒的，但是你讲，你要洗脚是要洗背膜？你讲，你妈讲我要洗脚了，你平常最爱洗脚，你怕的是拍打来打去，有无？嘛是弄这种嘛？哎，我大姑那个时代是的嘛，闽南水，嘿啦，又来啦，又闽南，闽南水又又来啦。新妇烧水就到头了，不是即摆用砖的，不是用水的水呢，用迄、那个遐烧水的遐罐罐的，大沙来放咧罐罐内边，伊去倒洗洗，我洗好啊，伊我唔免甲讲啦，无讲我洗好啊，伊就家己罐罐的，即摆，上好先来解下。哈哈哈！有无？即摆上好先来解下，即摆暗比暴做发烧。你要相信无？你要相信无？暗地我做这个，即马是愈出头顶嘞，对不对？他才是男性的本领，即马是女性好想嘞，有搞无？我感觉嘞，他做阿时阵女人是足歹命嘞，即马女人头发连手指头发扫扫的，是爱去扫扫的，你讲怎样？有嘞，足济嘞。啊，再人达波人，你达太太旁边包无？即摆无呢？即摆囡仔达波排，八波达波排，三行达波排，你要上你村路你看无？对无？我孙仔即摆交阮店里人讲无得留旁边包。哦，啊你看会解未？未解啦，即摆时代都流行安尼啊，你安那会解？对不对？哦。